Zaikology. Lou Seraphim were invited to appear on TTV Super Star television special at Taipei Arena, Taiwan to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's Eve 2024.我们也要给他们红包。那我们也让了sserafim来学一下中文好吗？那我们从我们最可爱的maknae先开始好吗？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哇塞呀！sakura这个是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 他一直笑，他觉得你们好夸张。但是哈西，这个是我们每一定都会讲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融化融化，那啥，龙年安康，龙年安康，超标准，超标准，超标准。 但就是这么好啊，没有办法。那个晕厥戏现在有一点压力喽，因为前面都讲得很好，你有把握可以念好吗？小心说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